Ivy，Ivy， 请自我介绍。我叫 Ivy 陈静文，然后来自高雄，今年21岁。三围是？三围是32D2434。请问？哦。吓到我们了。我想大姐跑庆祝一下。你再吓我一次，我跟你讲，我就现场宰了你！你吓我几次了你？你刚傻了我，让我重婚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在夜店从事什么样的工作？哦，我是夜店 dancer。dancer 有没有男朋友？阿姨有一个哈。目前在线。你喝喝喝什么？有啦有啦。有吗？有什么关系？有来现场。笑成这样，要不然有男朋友什么关系？这么好用，就 OK 啊，有。OK， 那男朋友会不会对你在舞台上跳这么性感的舞感到吃醋？其实一开始一定是就是反对的啊，但是还是坚持己见，这样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后来他是不是觉得有面子？你看我女朋友跳得多好，真的。不，你跟他是怎么认识？跟他怎么认识？也是在夜店吗？就看你跳舞上啦，工作上。你什么工作？展场啊。就是也是 dancer。dancer 对对对。所以男朋友是男朋友是歌手？不是不是。饶舌歌手。唱上两个。这他是客人啊，来晚的，然后就是认识。客人来晚的，那你这样子桃花源有没有特别好？桃花源会比较好啊，因为认识的人接触到的人会比较多。那有富二代去追你哦？哦，之前有啦，是有。对，可是你们这个写的吓得我一跳，他写说有些富二代或小康来追求。小康啊，小康，小康，写错了，不打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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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看我认识你吗？哇塞，没有，不是。哎，他们富二代都怎么开口啊？追求你就可能说，哎，待会下班之后要不要我们请他唱歌啊？你要不要去？那不是跟或者是跟你留电话，然后说，哎，我们明天吃饭，我知道一间很好吃的法国餐厅。有人送过你17万的手链？哎呦，但是我没有收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收？就是你们喜欢的是23万那条，18万就收了。20万好吗？没有啦，就是不好意思，就觉得。没有要跟他在一起，无功不受禄，对对对，这个太贵重身，酒量很烂哦。酒量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我很喜欢，我是很不服输的女生，所以我很想跟他。不服输，不要激你就对了。对，不要激我，就是我就你不要激我都 OK， 激我就不行。那要怎么激你？怎么激？跨到喝啊，敢不敢？你就敢不敢？你就一定不敢。一半我一半了，你一半我一半了，敢不敢啊？敢不敢？你一半我一半，你不会喝嘛？不会喝出来当什么？喝了。面线大王哎，你干什么？哈哈哈哈哈。那你们一个晚上跳多久？我们跳3个 C， 然后一个 C 大概10分钟，就是3到4首歌，就炒一下现场气氛。是是是，那还算不是太辛苦哦。算轻松。那要排舞吗？有时候要固定活动，特定活动才要。你本身是这个舞蹈出身的吗？就是有学。读书的时候，之前有学哦，难怪科班出身的，这么高跟鞋，很多都不是科班的。你们做公关需要跳舞吗？需要，哎哎，真的假的？公关也要跳舞，喝酒跳舞，然后哇塞，也要跟客人聊天。跳什么样的舞？比如说嘞，就跟客人一起跳舞这样。对，我会带女生就上台跳舞。哎呦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那就比如说那个客人从门口你带位带到哦，那个他的 table 中间都要跳舞带。不用，不是领台，不用哦，领台，他是公关。他不是，他是bartender。今天没有领台，今天没有领台。好，那这样好不好？你也会上台跳舞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这样好，我们就现场重现，你领他上台跳舞。哎呦！那我在旁边看，我在前面看，真的，前面太正。预备 ，music。哎呦，还有情境，有情境。哇塞哇塞！哎呦，可爱可爱。哇塞！
氛围不错，对，氛围真的蛮好的。而且我刚刚已经干掉两杯了。是。今天你来有一套自己的表演吗？就是也是热舞，但是刚刚差不多都这样。你单独在表演这样吗？好。对，刚刚有太多的这个杂怪，怪怪的。好。老，你这个老人在那边干什么？不是，蛮好玩的。好来，请到中间，预备 ，music。